是无关系，没有一个人曾经让我爱得那么深。星期一喊阿爸，星期二出招吧，星期三模仿吧，星期四妈妈吧，星期五广告吧，连环炮陪你一起听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来了一位特别来宾，也是我们广告界的一位巨星。那么这位呢，是很多人的偶像啊，包括是我们四位美女的偶像。哎，听说他要来，大家都笑眯眯的。对，哎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我们国内有一位女的主持人呢，非常非常的喜欢他。那么这位啊，不，既然是广告界，又是歌星，又反正他来头啊，非常的多了，这个头衔啊，非常的大。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欢迎非常多的黄平洋先生。大哥你好，哎。四位美女，你们好！哎呀，你好！你看我们节目待你不薄啊，几台都是叫四个美女就随时在你的身边，不太敢当，怕，都很欣赏你啊。不过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好奇，怎么会由一个棒球的投手去出场边，是在一个什么一个状况之下？我想最主要是姻缘。因为我因为拍广告的关系，然后跟唱片公司的老板认识。哦，你是拍广告然后才出唱片？对对对对，说明这是广告炮，请你来就对了。你那个广告很有名吗？就是哇，哎，对对对，时尚。是什么？我那个是洗碗沐浴巾嘛。你拍沐浴巾？对，有洗澡。对，拍摄的过程很苦。没有尝试过，所以觉得蛮辛苦的。是这样，一直在洗。一直在洗，洗一天，洗了两天。那个广告就这样洗两天了、啊，对，弄六赔啊。不过你的广告是拍得好，哪里？是啊是啊，以前有叶爱玲有没有？拍广告走红了，那你是拍广告就出唱片了，你哇正衰了，唱片公司签两年，怎么讲？有没有出半张？为什么？哇塞，捧个唱歌那么好听，啊塞的奇怪了。那他们是他们的缺失，市场调查了，说我只能卖两万多张。怎么可能呢？你那个卖几张？到目前好像是三万多四万的吧。哎呦，四万的，都是球迷捧场，真的，太感激了。没了，就像你这样子很难得啊，又是广告，又是唱片，又是棒球的。当然你是现在是我们把你算成是演艺界的一份子，经常上节目也要打歌嘛。对，那既然当歌星啊，你要歌星要很多条件，你知道吗？请不可能告诉我。本身要长得够高够帅，当然你没有问题。本身要手长脚长，当然你没有问题。对，还有呢，是不是头发要短一点？当然我们都没有问题。不过最重要一点就是唱歌的时候要能够说服观众啊，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拉长音的时候，音量要够，肺活量要够，跟你在棒球场上投球一样，体力要够嘛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大家测验一下，到底肺活量有多大。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也不是我跟你比的。谁跟我比？你的球数140多嘛？对，我球数是40多嘛？你怎么可能？所以我找四位美女跟你一起来比。哦，这样子。嘿，胯像看到本了呢。啊？很好。所以乒乓球了。来，第四个半个。好，来，现在五位的面前都有一杯水，水里面有放的乒乓球。现在比赛一开始就是谁先把水喝了，把乒乓球给吞了。那就是肺活量，不啦，用吹的，手不能碰，用吹的看谁先把乒乓球吹出来。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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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。这次来打掉了。东西？什么东？讲清楚一点。哦，是乒乓球打到你的脸上，那我们代表乒乓球向你道歉。只是黄平洋是第一个嘛，肺活量够。那我看到李玉茹也很快，哦，那你现在可不可以代表所有女生，你再试一遍看看？预备，开始。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又打到脸了，脸不要那么靠近啊！你就来。嘴巴长很大。什么东西啊？来，黄片，做给他们看看。
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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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人要跟我比鼻孔？对，来帮我隔试蛋块，鼻孔这半个球。他只给他比赛口罩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所以啊，你肺活量还是够。哎呀，所以你们五个看起来就是你当歌星最比较容易。真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但是啊，现在我们四个美女啊，又有一点不服气的地方。既然你出唱片，他们是广告界顶红的尖兵啊，他们要跟你拼拼歌唱。真的。嘿呀，大概变化买了呢，嚯。不，没有乐队啊。怎么没有乐队呢？开玩笑。你来的，我们当然为你准备好了啊。OK。来，大概个变化买。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。你对我那么的好，却是真的不同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。广告啊，在现在的工商社会可以说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像我们每天在不管是电视或是广播、报章、杂志等等，不管是听到、看到非常多的广告，还有一种是街头促销的方式。那么这种方式也很多了，有的人是这个恳求式啊，有人是死缠烂打式，有人是穷追猛打式，总之非常的多了。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趣的街头促销方式。帮帮忙，可怜可怜我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。你们就少几个钱买我这本书吧。我是一个作家，我花我毕生之积蓄出版了这本书，没想到一本都卖不出去，害我流浪在街头，病倒在水沟边，好惨啊！神神小姐，帮帮忙，买我这本书。我的自传。自传呢？哎呦，你以为是王伟忠啊？啊，你要买一本哪有？你那是对我讲啊，对我讲就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有买无书，无买就办丧事。你知道我咧卖啥无？安乐保全就是我咧卖啦，啊！任何大小的代志，只要我爹拢做安啦，你再变如何笑？伊是不是走路中向甲你撞甲你抢劫啊？有我爹安啦，恁兜伊去读册，走路中向拔起甲你讨钱无？有我爹安啦，要我安啦，保证绝对全家大小拢做安啦。但是恁若讲手我向弄着，向拍着，向伤着，莫怪我无甲恁警告，我跟在位哦，安啦，保全啦，有没有？贵菜头贵，昂哥贵，花贵，昂贵。大哥，买一个贵吗？这贵好好吃啊！你在笑就昂贵。昂贵好吃啊，好不好嘛？你买嘛？买了，买了。哎呦，我不管了，你不要买嘛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问了，过来，别别别别，你问了。哎，先生，你先来。
你是朝九晚五安于上班的上班族的话，你走开。如果你是那种死板保守的人，你更不要看。如果是那种死脑筋的阿丹玛恐怖的人，你更没有资格听。因为我这个产品是要卖给大胆敢求新求变又有创作力的人。如果你只要你有活力有热情，那你一定要买这种子弹型 T 字内裤。学生，我要买一条。好，我喜欢，走，我欣赏。你知道不？现在市面上有好多种品牌的卫生纸，我通通使用过了。像这一包，好，棒棒牌卫生纸，我一用就流鼻血。像这一包，堂堂牌卫生纸，我现在上厕所用。你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？啊，这斤要毛八百斤了哦。对，老公，这一包统统牌卫生纸，我的女儿上学带去学校用，差点都擦破皮。你知道我的女儿现在同学都叫她什么吗？要尿斑嘛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嘛？可是，自从我用了这一包连环牌卫生纸，我们全家如沐春风。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一定要使用连环牌卫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啊，各位小朋友，这个电影三级制度呢，是为了你们这个身体发展而设立的。这个三级呢，是依照年龄的，所以奉劝各位小朋友呢，你们只是看普通级片的呢，千万不要越级偷偷去看这个限制级的片子。因为呢，我是过来人，我都看过了，那些都喷雾的没看头，所以也是呢，打个电话回家吧，别让家人担心啊。可以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洋芋片，你知道吗？它非常的香脆可口，而且又没有油烧味哦，而且哦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吃到让你吃完一包，还想再吃另外一包，而且它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口味哦，每一种不同的口味都有不同的风味。广告炮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唱得好哎，我肯定你有学过那个国小的唱游。母亲，人人都需要母亲。你是谁？你在唱什么？我们去母亲想友情，一直唱唱，然后又唱错了，对不起。怎么友情呢？现在是母亲啊，友情，人叫友情啊，母亲你不太对吧？要不要再唱一遍？你唱，你唱。母亲，人人都需要母亲。亏你改得过，来，看你。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。我家门窗圣洁多么慈祥，发出爱的光芒。这光芒啊，光芒万丈，我们要配舞啊。人家这个孟祥义刚刚说他坚持不出唱片啊。爱你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唱得好啊，您不错，都没有走音呢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四位美女都唱母亲的歌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广告区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亲情。其实世界上的情啊很多了，有这个友情啊、爱情，也有亲情啊。我觉得亲情最可贵。你像这个友情啊，朋友不见了再交个朋友嘛。嗯。你说爱情吗？老婆不好换个老婆嘛。哎，为什么换老婆？为什么不可以换丈夫？那你换还是我换吗？
你看，你这个样子好像九万兵王的感觉呢。开什么玩笑？温柔关爱海，不是，再怎么讲就是亲情最可贵。像刚刚你们唱的这个母亲，母亲只有一个，我们永远不能换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广告趣味史啊，给大家谈一个很感人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《感人亲情篇》。好吃，我的规矩给他变了了。啊，你是我老婆。